唐边相、唐寅可怕的孟怪，还有宋天不太押韵啊。丁浩，宋天去哪儿了？他去参加活动了。那他什么时候回来？快了。你在这写什么呢？快让我看看。没什么好看的，我只是想看看而已，这么小气。我还是先走吧。你要去哪儿？快点给我看看。你别这样。你现在想和我吵架吗？丁浩。朋友们，见到你们真好。你好，丁浩，我们也很高兴可以再见到你。英雄之剑会变换出有趣的望远镜，它能带你看到一些有趣的东西。这里真好，好安静，而且没有唐寅。难道唐寅比梦怪还要可怕吗？有的时候是。等会儿再来抓你。梦怪。他为什么先走了？哇，好多长鼻象。是啊，但是他们都很懒，这和我们一点都不一样。这竟然是个热敏望远镜。太酷了，但我现在用不上它。对了，我现在可以按一下这个按钮吗？我一直都很想试试。哇，丁浩，你要去哪里？那个梦怪呢？梦怪已经逃走了。太好了，我今天可以游览小岛了。要游览小岛，可是梦怪还在岛上啊，而且他已经开始吸收大水晶里的能量了。那个梦怪他已经走了。丁浩，我们能在小岛上生活全靠大水晶里的能量了。如果你不把梦怪打败的话。微微，你先冷静下来，丁浩还不太明白。这水好甜呐。丁浩，如果你不把梦怪打败，小岛就会出大乱子的。到时候我们都会没法工作。但是长鼻象不会，对吧，长鼻象？不带我兜风就算了。丁浩说了，他不想打败梦怪。那我们就出发去找到梦怪，把他带到丁浩身边。不行，我们不能这么做。我感觉不太舒服。萨萨，你太累了。先喝点水吧。我希望我在写诗的时候不被任何人打扰。现在要写点什么呢？精灵、长鼻象、唐寅、可怕的梦怪，还有宋天。有消息。哎呀，糟了，梦怪吸收的能力越来越强了，它吸收能量的速度比平时快了7倍。小岛上的能量正在疯狂下降。萨萨，你怎么了？这个怎么样？精灵、长鼻象和梦怪。梦怪是一个可怕的怪物。哎呀，不行啊，这样也不对。长鼻象，你回来了，你要带我兜风吗？精灵的能量下降了吗？因为那个梦怪还在岛上。那你呢？你怎么会没事儿啊？
我现在应该去对付那个梦怪。啊！哎！哎！哎！长鼻象，停下来吧。他在那儿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我在这儿等你，你快去吧。啊！啊！丁航，让开！不可能！你现在是要和我吵架吗？是，我不怕。哎，你不害怕争吵了吗？没错。嗯。很多奇遇，加倍了缺点，这确实很有趣。听我说，我不会放弃，我们要鼓起所有的勇气，在奇妙岛屿快乐再继续，打败了恐惧，努力战胜自己。没有什么可以打倒你，只要你始终相信自己，坚定自己。感觉好多了，感谢你，小英雄丁浩。这一切都多亏了长鼻象。长鼻象最棒了，一直都是。什么吵架啊，唐莹？那个，我只是不想现在给你看而已。好吧，那你以后会给我们看吗？也许吧。等我写完。那你快点写吧。你越早写完，我就会越早看到它。另一个世界，梦幻小岛实在很神奇。英雄之间，水晶亮起。